来佛寺简介。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稷县饶梁镇安庄村境内，始建于隋唐年间，历史悠久，是我国佛教界的一颗明珠。在来佛寺成就了众多高僧大德。来佛寺的僧宝上海夏庆老和尚延迟境界老实念佛，成就金刚不坏真身舍利，受到海内外大众的关注。寺内还有112岁高龄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主持正法。老和尚出家90载，是一位德高望重、有修有证的大德高僧。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。师俗姓李，讳富贵，祖居豫东南密阳县，生于晚清宣统元年，因出身寒微，未曾习书学文，然天性仁厚，生来贤孝之礼。11岁时皈依三宝，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，赐名海庆，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，专修净土，老实念佛。1981年净住白马寺，增受具足戒。1991年腊月11日，师谈笑世集，自在生息，世寿82岁，僧腊71年。师坐纲6年后，其戒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，寿刚开启，众皆惊叹，唯见庆师跌夫微坐，面貌如生，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。寺众之士金刚法体，全身舍利，遂将其供奉寺内，朝暮礼拜。2006年，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，倍生敬仰，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。初阅庆师生平，赐觉平淡至极，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，竟无他物可言。然细加玩味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？心下会悟，始信大道至简，生佛不二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如是而已。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：一句弥陀法中王，70年来心中藏，不参禅理不言教，不解经咒又何妨，信身愿切执念去，自然花开极乐邦，留此金刚不坏体，正转法轮度迷茫，细观佛手低垂处，恰似六祖驾慈航，金钱祈祷莲台下，求师引我出梦乡。己丑梦下，不消沙门师印制拜至。海贤老法师简介。贤师俗姓文，名庭选，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，生于晚清光绪27年，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，耕读传家，乐善好施，被乡中赞为大善人。贤师生逢乱世，未得深言师礼，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，师天生淳朴，素根深厚，未冠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。圣贤多逢坎坷，英雄必受磨难，此事古今皆然。师幼年体弱，多病多灾，
十八岁时腿生痈疮，大幅溃烂，父母为之四处访求名医，全然回天乏术。师深知因果，叹曰：妙药难医冤业病。遂舍弃医药，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。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，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，确无狂语，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，果不欺人。历此生死大劫，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，生死事大，随生起出离之心。民国九年，师十九岁，决意辞别父母，投在桐柏山水莲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，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，赐法名曰海贤。未几，尊师命离桐柏山驻西来佛古寺。俗语云：宁为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。贤师在之后三十年间所遭受的苦楚，就自不必说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来佛古寺重建生机，僧众多达数十人，信众弟子欢庆太平，重造宝塔于九层，再塑金身于丈六。岂料好景不长，万法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。文革期间，寺院全部建筑和历史文物被毁坏一空，寺僧大多散去，另寻门路。贤师与其师弟海庆法师在废墟上结庐而居，坚守道场。1976年，文革宣告结束，贤师与庆师发心恢复道场。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，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：只要两脚着实，不求门庭好看，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，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。1991年，海庆法师逝疾，成就金刚不坏之躯。2005年，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，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，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。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，至诚邀请与贤师共进午餐，并合影留念。2006年，在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的护持下，贤师主持为庆师法体贴金，并兴建了来佛寺塔林。贤师一生便是一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缩影，岂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？姑且作一介传，略述一二，不过管中窥豹，可见一斑。贤师今年整整110周岁，身体康健，头脑不减当年，生活全部可以自理。老人家说，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、老实念佛的结果。有净宗学人曾将贤师比作赵州在世，赞其如木中松、花中菊，曾引师赞曰：悟性从来各一家，谁贪寒瘦厌年华，菊花百泽风霜国，不是春光外菊花。不消沙门施印制，百拜敬制。Thank you.
听了，太结实了。